山管理局局长金仲元今天下午列席市议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。金局长在答复质询的时候说，阳明山辖区发展很快，今后的建设将聘请专家学者设计，有征求民意做统筹的计划，使阳明山地区能全面的发展。对于阳明山部分地区自来水供应缺乏的问题，金仲元局长表示正在设法继续改善。阳明山敬老院也将不断地扩充设备，调整生活费用，实践社会福利政策。今天下午和明天，阳明山管理局局长金仲元也将继续地答复市议员的质询。